哇哦，好精彩的表演啊！哎，艺兴，艺兴，艺兴小姐，可以出来一下吗？我们有准备几个问题想要反问你。哎呦，艺兴，大家可以来点尖叫声吗？哎，艺兴，这位我们的凯敦，他一直都是你的粉丝。哎，凯敦，你不可以这样跟他毛手毛脚的。哎呦，我在毛手毛脚，不可能吧？就算你是他粉丝，你也不可以这样。哎，警卫，警卫！哎，我会了。出了一点小状况，不过没关系。那么我们来问你几个小小的问题好了。啊，一心，谁都挡不住我对你的爱啊！警卫，快走啊，一心，快来帮我们一起直奔到那世界的尽头。快点把他带走，警卫。给你是不是？小小的状况，不过没问题的，已经都在我们掌控之中。那我们开始来问你几个小小的问题好了。哇，一星，一星，请我。为了你，我在这个特别的晚上，我准备了一个特别东西要给你。我想说，从上次我偷看你去公共厕所已经过了很久了，所以我想也差不多是时机了。请你告诉我下一个表演是哪个社长？下一个表演是莫沙洲。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。